AI 的拟人化设计啊，不必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完美的 AI 呢，反而会削弱用户的合作意愿。AI 和人协作的效果，一般来说是与工作经验成一个倒 U 的关系。我们建议企业需要为不同的任务匹配不同的人机协作模式，并且重新思考 AI 员工和人类员工合作背景下，员工的激励和培养问题。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的卢向华。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提高人和 AI 的协作效率。随着 AI 能力的提升，我们人类越来越多的需要和 AI 一起来完成某些特定的任务。比如说，我们严重依赖导航帮忙做智能路线规划，那金融机构也需要 AI 来评估申请人的潜在风险，来降低坏账率。我们还需要 AI 帮忙读 CT 的影像片子，避免人类留意不到的一些问题。在这样的合作里面呢，AI 会给我们人类提供一系列的建议，但是最终呢，仍然需要我们人类来完成最后的决策。但是在现在这样人和 AI 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管理挑战。举一个例子，假如大家是医生，那现在呢有一个 AI 辅助的 CT 影像读片的系统，你们是更喜欢左边的 AI 系统界面还是右边的系统界面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左边的更好，因为系统直接告诉了高危低危，而右边呢只是给了各种检查的结果，还需要医生自己来判断有没有危险。所以和前面的系统合作起来，医生其实会更轻松。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系统给了这么直接明了的高危低危的这样的一些结论，大家觉得对于读片的医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他的判断会不会被 AI 系统里面所建议的高危低危这些词所误导，从而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和前面的 AI 系统合作呢，也不见得一定能提高我们人机协作的效果。这样的新问题其实在人机协作中有很多。那我本人呢，一直是研究新技术和用户行为的。今天从三个方面分享如何提升人与 AI 协作系统的这样一个效果。第一方面是从 AI 系统本身的交互界面设计来看，我们人类喜欢和什么样的 AI 系统进行协作。二呢，是从人机协同机制的角度分析我们如何让人和 AI 实现更好的互补协同。那最后一块呢，是从组织的视角来看，我们组织能做点什么管理的提升，帮助 AI协作系统呢实现更多的商业价值。我会从 AI 系统拟人化、 AI 系统的信息披露程度以及 AI 系统界面设计的易用性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分享。首先关于 AI 拟人化的程度，那么我们都知道 AI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人类智能的模拟和延伸，所以我们本能的会通过外形啊、情感表达、社交能力等角度想方设法去提高 AI 系统与人类的相似程度。这一期望呢，其实是建立在相似吸引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表明用户对和自己相似的人呢印象更好，所以如果 AI 系统的拟人化程度越高呢，用户对 AI 的接受度就会更高。但是另外两个理论却有着不一样的结论，其中著名的恐怖谷效应就认为，随着 AI 拟人化程度的提高呢，用户对 AI 的好感度会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就像这张图所显示的这样，在 AI 跟人的相似度超过70%-80%之后，人类反而会有一种恐怖心理，从而对 AI 产生一种抵制。另外一个理论期望确认理论呢，也表明 AI 拟人化程度越高，
用户期待越高，其实也越容易失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并不一定是拟人化程度越高，人机合作的效果就越好。学界呢曾经对电商聊天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进行研究，发现啊，当客服机器人变得特别像人类，比如说机器人给你讲个笑话，就像这张图显示的这样啊，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呢确实更加愿意和机器人聊天了。但是同时消费者呢也会感觉啊 AI 就不再是那么客观公正的了，他们觉得 AI 会不会和人一样做出一些机会主义行为，会猜说这个机器人会不会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的折扣。所以这个时候机器服务人给我们人类提供的一些促销信息或者折扣信息的话呢，我们人类对那样的一些促销就不是那么敏感了。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AI 的拟人化设计啊，不必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完美的 AI 呢，反而会削弱用户的合作意愿。另外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点是 AI 系统的信息披露程度的设计。我们一般会认为呢，提升 AI 系统的透明度有利于用户理解 AI 的工作规则，那么可以降低用户对 AI 的不信任。不过 AI 的信息披露程度也不是越高就越好。我们领域的一个研究发现啊，如果向候选人披露 AI 对他的评分，那些被 AI 打了低分的员工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他们会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就觉得你 AI 反正都已经给我打这么低的分了，所以就不愿意继续努力了。而当管理者忽视了算法打的低分仍然给予候选人晋升机会的时候呢，候选人会投机的认为管理者对 AI 评分也没有那么看重，所以也会继续放弃努力，从而使得他的绩效没有办法提升。那么作者呢把这种称之为道德避难式效应。我们团队最近一个关于智能审计的信息披露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我们发现当通过审计案例、审计材料的发放或者是审计规则披露等方式增加员工感知的审计算法透明度的时候呢，确实可以明显降低员工在应对智能审计时的不安全感。但是过于透明的审计规则也会增加员工的防疫倾向。好的一面呢，就是防疫倾向强了之后，那员工的合规意识增加了。但是不好的一面是员工知道的审计规则太多了，他们就不敢轻易尝试新的做法，反而减少了他们的创新意愿。所以还是要适度的，不能广泛不加区别的增加 AI 系统的透明度。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是 AI 系统界面设计是不是越简单易用越好。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场景呢是金融系统里面的 AI 风险评估系统。 AI 评估系统会先对贷款申请人进行打分，然后呢信审员基于 AI 打分，再结合自己对资料的审核呢，最终做出要不要批贷款的决策。原先是对贷款申请人采用1到5分的这样一个等级评分制，那么系统优化之后，他们在界面上加入了最好和最差的两档文字说明，最好的就意味着可以批准，最差的就意味着叫要拒绝。这种信息呈现方式降低了用户的认知负担，所以会加快决策，减少决策的误差。但是当信息导向过于明确的时候，用户往往也会不加思索的就接受了 AI 的建议，而不愿意主动思考，这可能也会负面的影响最终决策结果的可靠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系统的确达到了企业期望的效果，信审员批准了更多高质量的申请人，拒绝了更多低质量的申请人。但是我们看中间黄色的部分，也就是对于这些最需要评审员主动思考的中等质量申请人，信审员也批准了更多的贷款，但是这部分申请人的还款绩效明显变差。也就是说，
信审员在界面变化之后过于依赖 AI， 没有在这些需要他们认真思考的贷款申请中呢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导致决策失误的现象变严重了。所以 AI 的界面设计呢并非越傻瓜是越好，如果 AI 系统过于简单易用，往往也意味着在人和 AI 协作的过程中，人很容易变成 AI 的傀儡，失去了人应该贡献的价值。所以这部分的启示就是，企业需要通过引入适当的外部刺激呢，来增加用户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思考。第二部分，那么主要来分析一下人和 AI 如何协作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清华大学的李宁老师啊，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就发现，使用 ChatGPT 3.5 和 4.0 呢，其实对任务的完成质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 ChatGPT 3.5 来完成任务，质量的差异却非常显著。他们因此提出了使用 AI 的人其实比技术本身还要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有的研究就发现，人越开放越外向，和 AI 协作的效果就越好。也有研究发现说，认真尽责的人呢其实是不怎么喜欢 AI 的，因为 AI 呢是一种能够自主做决策的这个技术，这一特质呢和尽责的这个员工本质上是重叠的。不过最重要的用户一致性的因素呢还是工作经验。那么工作经验对于人和机器合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呢工作经验可以增加对算法建议的补充能力，来提升协作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有经验的人呢往往更加相信自己，不相信算法，所以也就不愿意和 AI 配合。所以 AI 和人协作的效果一般来说是与工作经验成一个倒 U 的关系，也就是说 AI 协作的效果会随着用户工作经验的增加呢先上升后下降。那么这个推理在很多研究中是被证实了的。当然对于人机协作系统而言，那么更多是要考虑如何平衡匹配人的特征和系统的特征，来想方设法实现这个任务的最优价值。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分工让双方各施所长，也就是说让 AI 去处理那些可重复的结构化程度高的任务，而让人呢去解决那些情况多变复杂度高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最近发表在AMJ 上的一篇论文，就用信用卡电话营销这样一个场景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信用卡电话营销呢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识别筛选出感兴趣的目标客户，第二个阶段呢是服务客户，最终说服他们购买这个信用卡。那么第一阶段的销售线索生成工作相对重复规范和结构化，所以 AI 对话机器人呢其实是可以比较熟练的处理这项工作。但是在第二阶段，他们无法灵活地应对客户需求，需要人类推销员来解决这些灵活多变的客户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研究发现，这样的人机互补模式特别有助于人类更好地集中精力去思考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客户需求和客户问题，提供一些创新性的脚本，又进一步补充了 AI 知识体系，让 AI 系统在未来的电话营销中有能力去处理新的问题。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人和 AI 能力的这种差异化和互补性实际上是双方协作的价值来源。那么有效的人机协作系统就是需要不断地进行监控和管理，一方面提高 AI 系统的算法能力，那么一方面要把用户的能力呢融到其中。但是在人和 AI 这个紧密互补的合作过程中，我们还要谨防的是人过于依赖 AI， 然后将自己的思考判断权呢让渡给 AI， 导致思维的惰化。那最近有一个研究就是向实验参与者提供了模糊的电路板图像，要求他们检查这个电路板图像是否有缺陷。其中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
电路板呢，已经由一台名为熊猫的 AI 机器人检查过，并标记出了缺陷。那结果表明啊，他们平均只发现了 3.3 个缺陷，而独自完成任务的那些参与者呢，平均发现了 4.23 个缺陷。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和熊猫一起工作的参与者啊，看到熊猫已经成功的标记了那么多的缺陷，然后认为机器是可靠的，所以就懒得花更多的精力去认真检查。所以有人讲啊，在 AI 时代，人类最大的危机不是被 AI 取代，而是懒到退化。这是人过于依赖 AI， 同时也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AI 也有可能会错误地向人学习，呈现出一种讨好的行为。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篇特别有趣的文章，他们会发现 GPT 4.0 呢，经常会错误地承认错误，也就是自己并没有错，但是用户说 GPT 错了，他就会错误地承认错误，而且呢，他们会模仿用户所犯的错误。当然随着人机协同系统的广泛应用， AI 协同呢，现在已经慢慢地从0到1的阶段发展到了1到 N 的阶段。更多的挑战来自于人机系统如何不断的优化迭代，也就是说，我们 AI 怎么向优秀的人学，人又怎么向 AI 学，互相增强，持续的让人机协作系统的能力呢，呈现一个动态螺旋上升的过程。我们团队近两年也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相关的探索。其中一个研究，我们是基于外卖配送这一场景开展的，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实证结果表明，人机回环的这样的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啊，就像这张图显示的一样。那么低经验的用户呢，往往目标相对随机，所以无论 AI 的能力如何提升，他们都会保持相对稳定的 AI 遵从率，绩效呢在持续不断的变好。而高经验的用户在识别出 AI 变得更聪明了之后，他们会迅速地改变与 AI 的合作方式，提高 AI 遵从率，向 AI 学习。那么即便是在向 AI 学习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这个业绩受损，那么他们也会主动地采取措施调整，然后继续完成自己自我设定的这样一种高目标。所以呢，他们的绩效在长期来看也是在不断地提升。但是这部分用户绩效的提升融入了他们自己主动的努力和智慧，因此从整个人机合作的角度来看，有利于系统进一步向他们学习，从而驱动新一轮的迭代优化。而低经验的用户在这个方面就几乎没有贡献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高经验的用户对于系统整体优化迭代的作用尤为关键，所以他们是企业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要让人机协作的系统变得更好，那我们组织管理上又可以做点什么？那我会就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是工作任务和人机合作模式之间的匹配管理。不同的任务性质呢，也会要求有不一样的人机协作模式，所以组织需要根据任务的属性呢，来调配人和 AI 在具体任务中的比重。那目前呢，有三个维度的任务匹配管理模式，一是任务的可计算性的这样一个维度，如果任务本身需要大量的计算，让 AI 来占主导会有更好的效果。比如说规划 AD 到 BD 的路线，如果任务的主观性比较强，或者需要随机应变的需求比较强的时候呢，人类就可以更好地占主导地位，比如说医疗服务、餐饮服务等等。那么还有第三个维度是任务的复杂性，复杂的决策场景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比如说外卖快递调度系统、空间模拟计算等复杂任务的这样一个处理，人非常容易遗漏忽视相关的因素，这个时候 AI 的比重也可以适当的提升。举两个例子，
在最近一个关于创意筛选任务的这样一个研究中就发现，对于创意评价这一相对模糊的并且主观性强的这样一个任务，那即使具有理论支撑的可解释性 AI 呢，也无法模仿人类专家去筛选出那些特别好的创意。所以像这一类的任务，哎，就需要更多的由人来主导。但是如果所有的这个创意评价都有人类专家来完成呢，又会出现案例过多，然后专家会有一种枯燥和疲倦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客观性判断能力，这样的一个负面效果。所以在这篇研究中发现，对于创意筛选这样评估标准具有一定主观性、不透明性的这样的这一类的任务上，哎，我们可以先让 AI 排除掉那些低质量的创意，减少专家的工作量以及乏味感，然后呢，让专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好的创意的筛选评估上。那我们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啊，也做过一个相关的有趣的研究，他们发现啊。当任务的结果主要依赖运气的时候，比如说选课、抽卡娱乐、盲盒消费，人类会更偏好 AI 来提供服务，因为我们人呢觉得 AI 比人的运气会更好。但是像在理财、医疗等依赖一定能力来完成的任务上呢，我们就会选择那些人主导的系统来完成。这一发现呢，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企业要为不同的任务匹配不同的人机协作系统。另外，当 AI 一起加入，那我们企业如何管理 AI 员工，也是一个新的管理挑战。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发现，那么与 AI 合作之后，我们员工感知的公平性啊，员工的情绪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给大家分享两个最新的研究。这是一篇最新发表的探索这个员工在企业引入智能知识管理系统之后，哎，员工如何适应工作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研究发现呢，员工在和 AI 知识系统合作的时候存在着两种适应机制，一种呢叫做效益最大化机制，员工会最大化的利用 AI 来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工作绩效。那么另一种呢，叫做干扰最小化机制， AI 破坏了员工原有的工作流程，员工会感到角色冲突，从而会使得他们的绩效受损。那么这个研究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采用效益最大化的新员工，他的绩效提升是最快的，而采用干扰最小化的老员工呢，绩效相对也不错。所以论文会建议说，哎，我们企业在引入 AI 系统之后，应该鼓励新员工采用效益最大化的机制，使用 AI 来学习新知识，提高工作绩效。而对于老员工呢，组织应该帮助他们通过这个 AI 来调整自己的工作框架和流程，降低角色冲突，缓解 AI 所带来的干扰。另外一个话题是人机合作过程中的员工工作技能的变化管理问题。 AI 接管了那些计算性强、重复性、结构化的任务之后，理论上我们人类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任务，比如说那些需要更有创意的工作呀等等，去促进他们技能的提升。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这个 AI 导致的技能的 upskill。 比如说程序员有了这个 AI 辅助之后，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考虑程序的业务逻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花 80% 的时间在改这个程序里面的 bug。 但对于部分知识型员工而言， AI 并不一定能促进技能的 upskill， 反而可能是一种 de-skill， 也就是工作技能上升。比如说这样的一篇文献里面发现，医生在使用了诊断辅助系统之后，独立的诊断准确性明显下降，事实上导致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去技能化。另外一个研究也发现，手术机器人的引入呢，极大的减少了住院医师的实际操作训练的需求，降低了这些医生的动手能力。对于企业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在于如何对人和 AI 的责任进行认定，尤其是当服务失败时，到底谁应该来承担责任。主流的观点会认为说 AI 系统本质上是机器，无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问责的对象应该是系统背后的人或机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当算法透明度越来越高之后， AI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责。所以当人和 AI 共同完成任务的时候，就是你企业怎么样去给人和 AI 分配相应的责任呢，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它是会影响到人机协作系统的采纳和最终的绩效。那么我们团队目前有试图在这个方面开展一个探索型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会基于生成式 AI 来提供 AI 问诊服务，平台需不需要为 AI 问诊的这个责任提供背书？互联网平台如果愿意为 AI 问诊担责的话，会怎么样影响这个患者的使用意愿？我们希望在不同的两个场景下对此进行研究，分别是 AI 问诊以及 AI 和人混合问诊，计划通过一定的方式呢，来操控患者感知的平台担责感，然后再来检验患者对这个互联网问诊平台的信任度以及参与度。在这个过程中还计划引入 AI 问诊和医生的这样一种感知中立性这一调节变量。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在其他因素一致的背景下，当 AI 愿意为问诊质量负责，并且患者感知的 AI 问诊中立性更高的情况下，患者其实是愿意使用互联网平台的 AI 问诊功能的。这一研究还在进行过程中啊，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成果呢，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小结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了可以提升人和 AI 协作效果的三个视角。一呢，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什么样的 AI 界面设计，人机协作效果会更好。我们发现中等偏上的拟人化设计与场景相匹配的信息披露度，以及不易于过于简单明了的交互界面呢，人机协作的效果会更好。其次是什么样的人和 AI 协同机制效果更好？我们认为 AI 要因人而异，并且呢，人和 AI 协同的过程中要注重能力的互补，避免出现人过于依赖 AI 或者是 AI 过度讨好人的协同倾向。在长期交互的过程中呢，也要保持人和 AI 持续开放相互学习。最后是什么样的组织管理会使得人机协作效果更好？我们建议企业需要为不同的任务匹配不同的人机协作模式，并且重新思考 AI 员工和人类员工合作背景下，员工的激励和培养问题。那么并且要未雨绸缪，做好 AI 系统的担责管理。那这就是本次问学分享的主要内容，也请大家多批评指正，谢谢。